今次咧，其實係律政司第一次係率領咁龐大誒嚟自法律界嘅代表團咧，喺三日兩日裏邊係走訪咗內地兩個好重要嘅城市，成都同埋北京。喺前日咧，我哋係出席咗由我哋律政司主辦、貿發局協辦嘅一個第六屆香港嘅法律服務論壇。今次出席的人數來自川渝地區法律界的朋友呢是有超過1000名。至於昨天呢，我們是出席了由國資委舉辦、商務部和我們律政司呢是一起合辦的一個第二屆的關於一帶一路法律風險和應對的一個研討會。連埋我們香港來的朋友呢，一共有超過200名的人士出席。兩月之內可以落實到今次的活動，是充分顯示了中央對於香港法律服務的一個支持。我可以很榮幸率領到香港成100人的團隊來到，顯示了香港作為一個法律服務中心，我們法治這個金名片的吸引力和號召力。